電視上即係又一次再懷念嚇，係啦，係啦，再講下而家嗰個感受啦，好嘛？啊，就你講先啦，真係估唔到大家仲健在啊！冇變啊！喺嗰個喺個電視機上佢有冇變？你知啦，即係個劇情咧，即係講到人生咧，即係變化好無常噶嘛，咁啊真係。即係能夠都要多謝翻阿伯哥啦，咁啊多謝電視台啦，咁啊真係又環保又重温翻呢一個，即係令到我哋咧即係咁多個兄弟啊，咁啊又重逢翻咧見翻面啦。即係如果呢個戲咧，如果佢唔係重播嘅話咧，我同阿邵仲恆咧。超過20年係冇聯絡過，真係電話冇聯絡過，我有佢，我有佢個電話咧，但係電話仲係 call 機 number， 都廿幾年冇見，係啊，即係廿幾年冇見。咁我同阿紅仔咧，咁有時啲聚會都會見下嘅，就都會見面比較多咁樣，即係我同阿。阿邵老六咧，唔係其實我不嬲又冇離開過你嘅，咁我喺上面你都知道冇乜娛樂，我哋又唔中意嚇搞搞震嘅，咁我哋都夜晚你自己講啫，夜晚我哋翻屋企咧就睇呢個電視嘅中環系列，就睇到阿大宇哥，咁然之後上位係痴情嘅小影迷，即係你一定要點都要同佢飲翻杯嘢，離唔開呢啲㗎啦，泄憤嘅感覺，那些年嘅感覺啦，那些年。真係我都有啲那些年嘅感覺，即係譬如同我一齊成長嗰啲電視觀眾咧，即係當時可能佢睇咗呢部戲之後，隔咗好長時間，可能出咗社會啊，各方面嘅嘢啊，即係演變咗好大。咁跟住睇翻呢部戲嘅時候，但係之前咧，可能嘅時間唔係咁夠長，即係唔好短，可能幾年後或者十年八年啦，咁啊先睇翻。但係而家係23年後咧，睇翻可能佢哋自己本身而家可能已經係。事業成功啦，又或者有家庭有成啦，會回味翻當年追劇嗰種情懷。呢個貪得意嘅，揾夠㗎啦，上岸啦，唔使做㗎啦，吃喝玩樂嘅啫嘛。咁啊，無端端咁樣行下中環啊 ，shopping 咁啊，飲下午茶。咁啊，無端端咁樣樣咧，就插翻入嚟，咁啊，俾我又有啲機會喎，咁樣咁啊，一路都會即係無端端咁啊。即係好似啊咁無端端咁啊入翻咁啊幾得意啊咪繼續做咯咁啊 open 所有機會嘅咁而家都有啲唔同嘅由舞台劇至到所謂電影啊或者電視劇都有啲傾談下嘅咁傾談緊嘅話咁陸續我諗都會開㗎啦咁啊又無端端做翻演員咯咁啊即係我諗以前咧就冇嗰個心態可以咁集中精神咁而家就好彩因為以前夠勤力咁啊而家可以有咁嘅咁嘅時間咧就可以即係而家有可以有咁嘅本錢。即係總之嗰啲舞台劇啊、電影啊、電視啊呢啲喺你心目中而家玩具嚟嘅。唔係嘅，玩具又唔得，佢話佢會玩我啊嘛。佢玩我，唔係即係而家就估唔到，即係估唔到無端端就可以即係踩翻只腳入嚟咯。咁啊，亦都要多謝翻即係真係無端端真係重播翻呢個大時代啊！就是